Hello Cosmo Books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凯。夏天是大汗淋漓吧，会带香奈儿男士的润唇膏，因为拍戏会嘴唇会干，然后会用到。还有就是小电风扇，比较热。还有就是冰饮料，三个东西啊。蔚蓝男士的木调的香水，淡香水，对。然后还有就是小电风扇，还有就是水果，冰水果。好玩有趣倒还好，就是比较实用，就是这个香奈儿男士的润唇膏会比较经常用到，所以我跟朋友安利。对，还好还好，我本来就不好安利，如果被安利了我就一定会冲动买吧。买鞋还有生活用品吧，运动，对，运动鞋。Coco 小姐香水加香水唇膏礼盒，就是里面有一支香水和一支限量唇膏，炫彩唇膏。